一则是被一件立刻引起骚动，两名刑事局干员将网红花花夹在中间，场面相当混乱。哎，谁在这场怎样？哪有这样影响的？警方跑步爆冲，撞镜头，差点就引爆冲突。飞儿乐团前成员阿青的太太，同时也是网红花花李汶静涉嫌持有毒品。专案小组前往她的住处时，当场查获干燥大麻花及吸食器，并在13号晚间带回侦讯。 这件事完全跟我老公没有关系，都是我自己的行为，我个人的行为。然后我会好好去面对我的错误，然后也希望我未来的身心状况可以越来越健康，不要再去依赖这些不好的东西。真的很抱歉。一连三次酒事度鞠躬道歉，阿庆11号才宣布单飞，花花立刻就被爆出疑似胡麻丑闻，就怕舆论伤害形象，也不忘在第一时间赶紧替老公澄清。 而阿庆也在第一时间发出声明，对于太太涉毒，自己并不知情，也正在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，强调花花是我的太太，有什么事我们会一起面对，也在第一时间到警局验尿，自证清白。 11号才开记者会展现脱团单飞决心，没想到老婆却出事。即使阿庆迅速发声明止血，但就怕大妈风暴还有其他艺人涉案，案情若持续升高，也让演艺圈人人自危。镜新闻综合报道，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